咱做一个预备心来敬拜主，请听一段经文，旧约诗篇113篇第一到第三节。恁着阿罗亚和华，亚和华的仆人啊，恁着阿罗阿罗亚和华的名，亚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阿罗的。残中的白灵时，无欠缺生命；山顶的百合花，春日香芳美。从前传你的上帝，每日手术真好奇，我在自我的节气，现像正当的群体。山中的白灵时，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日香芳美。
是世上的恶魔，我若单靠自己力量，所有烦恼之徒，上帝精神力者在我们这边相助，不问这人是谁，他是从前我向感恩的心。
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变成者已成无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他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变成者已成无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他事。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一到十三节：天离地何等的远，伊的慈爱向敬畏伊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当离世有多远，伊予咱的计划离咱也有多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伊的人。主啊，天到底离地有多远呢？非常非常的远。事实上，未牛日，你的阻碍对阮来讲太过好了。主啊，感谢你的听。当离世有多远呢？也无办法通来牛这点。怎样？这个就是你将阮的罪对阮心上堵起的程度，这个予阮感觉到大安慰。你永远袂阁将阮的罪孽出来，并用因来对付阮。感谢你，感谢你的赦免。阮真正是不配，求你帮助阮清楚会看到这点，并真正相信你的听。主啊，你的话也和阮讲，既然阮已经受听甲受你的赦免，阮也应该听甲赦免别人。主，这个世界有真正侪人需要听，需要赦免。愿阮真多你的启明，将这分享给因，听因，帮助因，通得到你遐来的宽恕。无论这人是阮的亲人，还是隔壁厝边，还是朋友。甚至欠债是身份人，求你使用阮。主啊，阮以你的名去，阮要去将你的听分给因。感谢你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两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休息去，共这司长甲长老所讲的话，拢告诉因。因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
高声向上帝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甲其中万面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阮的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谬算希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坐起来，神灾也聚集，要夺同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甲本丢比拉多，外邦人甲以色列民，果然伫一个城内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伯耶稣，成就你手甲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代志。因恐吓阮，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方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和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伯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主会的地方震动，因就被圣灵充满，方大讲论上帝的道。怀这么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伊的物件有一样是家己的，都是大家供应。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无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铁电山房屋拢买了，将所买的家园摕来放伫使徒的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予各人。阿弟姊妹早安，感谢祝福我这个机会，今仔日来传讲上帝信息。我收到对麦是文训教会的记号是甚物？所以我选择来国家进一步去了解。所到行段第四章第23到35节，早期教会的情形，因为咱甲因上面对信仰的危机的时阵，因为因是实在是有在世的根基，文分教会的根基，才赢过了当时因所面对的危机。所以主要是咱爱看到因的跌跌当中，有缘谈勇敢的做主的见证，因为因有熟灵的成熟的证据，因为是许多行段第二章40二十的秘诀，什么呢？咱来先看到许多行段第二章，因就是秘诀在遐传讲信息的时阵，那看去3000个人。来信主参加教会，因就立立伫遐伫厝内，还是伫圣殿内组织三合来俄罗三合来读圣经三合来祈祷白饼跩物件，咱就因就经历着教会立立的成长。所以伊是讲速度向段第二章42节安尼讲哦，因就伫遐拢恒心遵守速度的教训，彼此交接，白听祈祷什么意思？因就是恒心遵守速度的教训，就是读圣经上帝还是耶稣的教训因伫遐教别人，因就恒心读圣经，是恒心啥个听读圣经，因是。彼此交接，因就是特别伫厝内，还是伫商店内面，小组组织分享读圣经所以因伫遐有团契，伊向心伫上帝的教训，就是读圣经向心团契，因那是向心的白饼每摆因食饭时阵，因就是开始白饼时阵，就想到耶稣所做事，就是敬拜所以因。向心的读圣经，向心的团体，向心的敬拜，
然后也是向心基督，组织三合基督，切不属地之意，推彼出基督。所以这个教会，咱看到因伫遐唯心还是向心伫读圣经、团体敬拜、彼出基督拜求的时阵，就看去教会人数入入增长。虽然得着咁好嘅代志，但是犹原无停，会伫遐向心伫四项代志：读圣经、团体敬拜、祈祷。然后因看到日日因嘅经历，新历日日因经历教会增长。所以，咱嘅教会现在是也是拄着真大危机，外面咧攻击教会。咱也是拄着真多问题，咱个国家个经济实在是真好人较好心啊。咱个油、车油个价格日日增加啊，然后真多人也无头路，也无生意也是无好势啊。美金也是真贵，所以咱常常问家己啊，徛伫菲律宾有意思吗？啊，然后咱也认为是。正常的生活已经无正常了，哦，咱就出去时阵就 wear 挂 face mask， 隆重 social distancing， 啊，咱无法当甲咱的朋友常常相见，所以就是新的正常生活的方式，第三，咱就是看到真多人因心理甲情感方面有挫拄着挫折，depression、stress 真贵。也是咱看到咱个瘟疫也阁无结束，有新个 variant 加在出来，所以咱看到咱外教会外合真侪问题，吼偌做咱主一做主个工作，但是教会也是面对内面个危机，因为咱知影吼全世界上款到 online 个时阵，一半个人袂阁活在教会面对面。会来敬拜咯，所以咱会感觉我教会敢若空空真少人，因为这个就是有十寡人就是瘟疫个时阵，因死去，也是因甲爱伫网顶礼拜，也是因根本已经无咧来教会咯，也是刷教会，所以一半个人会活来，一半会无去。然后咱放的钱，咱的 savings 是慢慢滴滴无去了，因为两年风险在是无上款也无聚会，真侪事工也是停，也是真艰苦推动新的工作，所以教会伫咱的四周围的见证甲影响哪来哪去，所以咱的危机是伫教会外口。会讲解教会内面的一个条件，所以咱要怎来面对做一个塑造门徒的教会呢？所以虽然跩问题拢伫遐，条件拢伫遐，但是咱知影有三项代志是袂改变的。第一，人第一大问题，毋是瘟疫，毋是 COVID-19， 毋是经济的问题。人第一大问题就是伫罪恶内面迷失，being lost in sin。罪恶就是咱第一大问题。第二个事实就是耶稣死的十字架顶就是好消息，通予咱对死来得着应许。咱也是一个福音的使者，罪恶的事实。耶稣甲福音的事实，然后第三就是大使命，有关是咱做教会做信徒的使命。这三项物件是未改变的。虽然咱的挫折、咱的问题、咱的挑战换来换去过，但是基本咱知影，人需要主，主推咱是。咱是福音的使者，就将福音传到全世界。
所以有一个故事安尼写喏，啊，一个教会收到一个批，啊，内容是安尼：亲爱的教会，我爱拜托你一项代志。事实会讲，一个就是咱所叫的大使命。恁着去世界嘅各所在，互刁人做我嘅门徒，加人是说，教导伊我所吩咐恁嘅，毋通袂记得，我应允恁，常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袂放捒你，袂离开你，因为我疼恁，爱拯救全世界。请恁兄弟姊妹毋通放捒我。啊，打打着我会听，打到全世界啊！签名写耶稣基督啊！领袖看到遮批的时阵，因就用时间去回答啊。耶稣接到一批是按下个，亲爱的耶稣基督，感谢你写的批啊！你所写的条件性。真正大胆是，今仔日教会啊，一志愿者缺缺乏财务缺乏，哈，啊是真多问题，阮着去面对的挑战啊是真多，所以伫这个时间内面，可能阮无法通好好诶去尊敬这个挑战，但是阮会差派一个啊。啊，小组来讨论这项代志，互你一个报告。阮有时间的时阵，阮会请你来继续，搁较解释这项代志。但是，伫这个时阵，实在是 ，sorry， 抱歉，啊，你的心动，你的心动，是毋是？咱接到大使命的挑战的时阵，咱回应耶稣基督的是安尼款的啊回应啊。但是咱要记得，那一个教会无塑造门徒、无恩万民传福音的时阵，咱就失败了做教会啊。一原则就是要加万人传福音，属因做耶稣。的门徒直到耶稣再来审判活人，是啦。If the church failed to make disciples, then we have failed as the church. 无塑造门徒的教会，啊，是一个失败的教会。但是真相，咱是爱看到人数，爱看到真多工作。哦，咱以为人数多、工作多就健康了。但是这个是外表呢个，最重要咱要注重伊是哈、啊、人个啊态度，人个微信个形象。啊，咱若看到早期教会因形象，特性着基督团体敬拜，教会一年二年通赢起挑战，教会一年二年会增加。人数，所以咱唔通受跩啊人数甲工作啊，互咱无注意到吼，伊个是啊质哈，人性是第一重要诶所以咱看到伫《使徒行传》第二章，因行善伫四项啊问题诶时阵。但是到第三章、第四章有啥物改变无？所以伫第四章的时阵，啊，彼得因医治了一个啊生出来就摆开的人，哦，人数就忽然间对三千增加到啊五千的人，伊是生男的无生女的，甲囡仔个，哦，所以对三千增中啊到五千 plus women and children。真多的人来信主，你看到这个人对出世摆卡，但是伊四十几年了又原徛起来，啊，因就真奇妙，啊，希奇相信主耶稣，相信福音，所以咱来读第四章第一节，啊，使徒对百姓
讲话时阵，这是姜甲秋天官啊，并杀多界人忽然来了，因为因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讲死人复活，就真烦恼。对安尼，因落手抓掉因，因为天已经晚了，因就押因到第二日。但听到的人真侪人信了，南边数目约达到五千个人，所以呢，看到因伫遐抓伫抓甲约翰甲伊收伫家格内面哈，想问因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伯伯因为什么要抓这个人呢？在苏德呢，他第五十人开始读落去，就知影第二日官府长老甲文书在耶路撒冷聚会，啊，各有大祭司啊，那甲该法约翰啊列三代，并大祭司的亲族拢遐。叫苏德徛伫因中间，就问因讲：恁用什么能力，奉即罪的名做跩奇事呢？但是因唔是要听因讲福音，甲讲耶稣，因其实是要杀死因传讲福音。所以咱跳到第二十三节，哈，两个人去互因翅膀的时阵。回因就到回忧下去，将这事张甲张老所讲的话，跟大家讲啊。因就是叫因唔通继续奉耶稣的名讲福音。哦，但是因会回答讲，阮要尊敬恁，还是要尊敬上帝旨意？你甲我讲哈。所以因讲唔通阁创在因遐禁止因传福音的时阵。因就到跩会友来讲，因听到的是什么？哦，所以咱看到因的条件就是收家己的这书张有了笔笔文书然后叫因唔探听，唔探继续的传播。那今仔日现代的问题是啥物呢？哦，有两款，第一就是咱受别个宗教甲信仰的人的逼迫，哦，所以那是基督教一个问题，牧者有患肝炎，还是最歹的时阵哦，所宣泄开在，因为就是因爱看到咱失败，但是内在呢，咱会看到真多。基督徒的灵性甲生活也是冷淡，无魄力去传福音。所以外口咧讲接咱，禁止咱咧传福音，内面咱无信，伫上帝话语甲基督内面，也是无熟练的生命的时阵，咱就无法当做上帝传福音的器具。所以因拄到遮问题时阵，因赢过，因为因无停的向心地读圣经，苏德加斯，伊出口接就是团体，白饼就是敬拜，因向心地祈祷，咱怎知影因向心这项代志呢？因为咱会看到因呢。回应在二十四章，犹原彰显了这四个根基，这四个基本的记号。咱看第二十四章，咱看到因向心敬拜，因三甲伫遐恳求、祈求上帝。第二十四节安尼讲过，因听见了。就是彼得甲约翰讲了跩这首歌《金枝音》传福音，一个小派消息，因传跩人听见了，因就同心合意，高声向上帝讲：主啊，你是造天地海甲
其中万灭。哇！因拄着这个大问题时阵，受逼迫的时阵，因既然犹搁伫遐有心敬拜、祈求上帝的时，这个就是咱看到因诚实伫遐恒心敬拜。啊，咱拄着危机的时阵，咱啊伫遐心内充满满惊吓，咱常常的回应就是甲人啊反抗哈。冤家，甲人冤家，哈，来保护呐，啊是第二就是咱伫遐啊躲避，哈，是 fight or flight， 这个是惊吓的一款的回应，哈，咱对着拄着危机，咱爱甲人冲突，啊是甲啊躲避问题，但是基督徒呢，因为有耶稣基督，有上帝，有着万灭主宰，甲咱同在，所以咱就用信心做咱啊立立的动力啊，所以咱有信心的时阵，无惊遐有信心的时阵，咱就透水会祈祷，甲俄罗斯，因为咱知影，所以物件咱通交托互主。所以今仔日咱所拄着的社会危机，有够热通互咱来仰望主么？敬拜伊，祈求伊。COVID-19 来的时阵已经三年了，所以这段时间咱实在有伫遐去想想到上帝爱咱博着什么无？去遐看到伊的旨意是什么啊？所以就做帮助咱恒心敬拜，第二因恒心遵守圣经，哦，咱怎知影呢？因为因伫遐将啊圣经所解来啊明白啊，跩啊所发生的问题，啊是啥物？啊，第二十五章安尼讲，你把因咧几多岁，因咧甲上帝讲话，你把借着圣灵啊交托你仆人。阮的祖宗代表的嘴讲，外邦为什么争论，万民为什么啊谬算，父亡呢？会死，西疆的君王集起来，秦灾也聚集，灭敌当主，并主会受苦者，希律甲比拉多，外邦人甲以色列人。果然伫这个城内聚集，要攻破你所告的圣伯耶稣，成就你手甲你自己所有定的较久的代志。啊，因受着逼迫的时阵，因就到圣经话语伫遐想想，哦，实在是咱会受着逼迫，因为因看到啊，圣经就是。因会用圣经去明白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不是用世界去明白圣经，所以咱是不是诚实伫遐有主的话语伫咱心内，哈，伊影响咱偌济，所以因恒心敬拜能看到，因也是恒心伫遐读圣经，因为伊发堂伫遐啊明白所发生的代志是。有定是上帝加着先知已经讲出来吼，耶稣是讲，因会受逼迫。有一个回教徒头一摆听去福音的时阵，伊就真欢喜的要信，但是伊对个宣教士问一个问题吼，伊问，这个既然是好的消息，这个是新的吗？宣教士就安尼讲，这个已经有超过2000年前发生的代志啊！你好的消息，干呐？2000年了，我才发堂听到呢，是毋是？阮的国家无一个基督徒，无一个信耶稣的啊！宣教士就讲，其实有，你的国家内面有基督徒，
那安尼可能是我的城市，还是我所徛的所在目的地多吧？这个宣教士就是拍摄讲，其实有基督徒伫你遮的所在。这个回教都是真，但可是咪讲，可能恁所讲的好消息，唔是实在的好消息，因为恁基督徒可能家己无相信你福音。所以您无将福音传出全世界啊，就是咱着遐加再想，那福音真实是好消息，为什么咱无将福音传出去？为什么咱无敢逐个人讲福音是因的需因所需要？但是讲到福音，咱有两方面哦，咱着活出福音的价值，扛出。福音的道理，看咱亲像飞机着咱个翅膀做发动机，哦，咱着活出福音的道理，讲出福音的道理，活出福音，啊 ，live the gospel and tell the gospel， 咱个啊，讲个福音则有能力通帮助别人明白主耶稣基督，因相信敬拜相信读圣经话语。因那是向心的祈祷，咱怎知影呢？因为因伫祈祷当中，因啊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全啊，而是求主保护因，脱走因的问因的难处是问题，因是求主的旨意行伫因当中。第二十九节哈，安尼讲，因伫遐啊。在指引的时阵，还是啥是恐吓哈？现在求主监察指引，何你仆人大放大量讲越多，指引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和神迹技术，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哦，哇！因求主创什么呢？因祈祷当着恒心祈祷的，因就是爱看到上帝的福音传出去，伊的信力也是发生伫因当中，搁较侪人来信耶稣。哦，因伫遐祈求上帝的旨意行伫因当中，相信咱的祈祷是，逐摆啊，你讲上帝托咱所需要的。啊，是咱爱上帝旨意，行伫恁个当中，发生伫咱个教会，发生伫咱个世界。我啊，翻译了一个短个啊 poem 哈，诗哈来啊，予恁思想和参考。有一日，我真早就起来，啊，面对新个一日。我真多代志要做啊了，甚至无时间祈祷。问题伫我诶面前，哈、啊，一个搁一个会来，一个比一个搁较复杂艰苦，所以我就问上帝讲：为什么你无帮衬我呢？伊便回答我讲：因为你无求我诶帮衬啊。我爱啊！我去入到上帝的面前，我用了隆重的办法，但是我无法当入去个门。上帝就用温柔的声问我讲：“兄弟啊，为什么你无敲门？为什么你无敲门？”我看到世界喜乐甲美妙。的代志，啊！但是每一日经历的是辛苦和黑暗，所以我问上帝讲：上帝，你为什么无让我显明你？就回答讲：因为你无法祈求我。所以过一日，我真早起来时阵，我面对。
到一个新的一日，真多事我得完成，我无法通无用时间剽窃的祈祷。是的，咱是毋是搁较无用，搁较无时间，有关行善祈祷，有关寻求上帝的旨意，有关寻求伊的同在，有关话可以。这个啊，宣教士 Gypsy Smith 啊，有人问伊讲，什么是The Secret of Revival 复兴的秘诀是什么？伊回答真奇怪，哈、啊，伊讲这个人讲真简单，你脱掉这个粉笔啊 chalk， 去你的房内面画这个环啊，伫啊伫你的啊房内面。按头壳画一个圈，哈、啊，徛伫内面跪落来，然后你着无听的祈祷，主啊，求你复兴这圈内面的一切，就是主啊，复兴我。啊，因为复兴着对日本人开始，伫祈祷当中求主帮助，开门就甲你开门，切。就好你切掉啊呀求托就好你 ask seek 那好难在呀福音对人开始所以听心听拜听心读圣经听心伫遐祈祷但是也是听心伫团体啊啊，彼此交接，因就经历到上帝荣耀甲同在甲能力伫因当中。第三十一节安尼讲，祈祷了的时阵，聚集的所在就震动了，哈 ，earthquake， 因就受圣灵充满，帮他讲论上帝道，真多人，真多信的人拢一心一意。无有人讲因的物件是家己的，因互大家供应啊。许多到另一天将了主耶稣的国话，将人也蒙大恩。内中也无一个人有缺乏的，因为人人拢将残堆甲放处，卖了将所买钱放伫许多的卡上，然后。有需要的人就分乎大家，所以咱看到因伫遐恒心的交接的结果是啥物呢？因就有合一，合一真侪福音的能力，好帮助因做主的见证。所以 Spurgeon 安尼讲。你若要相信上帝，唔通相信啊！即款代志要完全的相信，好、啊、相信上帝要完全的相信啊！每一字每一句拢相信，也是将伊完全的拒绝，无相信，你无法通有动力啊！你无法通欢喜你的信心，好、啊、只有伫遐。按啊，受水滴的外口吼，脚底下啊震动，你着跳落去受，有信心哈，会去受。所以这个就是咱看的早期教会根本的根基的基础，恒心、读圣经、恒心敬拜、恒心祈祷、恒心团结，然后伊就看到。因的灵命重振的时阵，丢掉白白无受偌重，教会日日成长大使命，诚实伫遐因塑造门徒，差派人塑造门徒。几年前我靠啊 ，Czech Republic 啊，真感谢主去读这个 Moravian Church 啊 ，Moravian Church 这个是真早期的啊 Protestant Church。Moravian Church in
伫天主教甲基督教诶啊拍战诶时阵啊，产生诶一个教会。所以迄卖啊，真侪天主教诶领袖伫遐啊，拍死了真侪啊基督教诶领袖啊。所以跩人其实是逃走啊，因为那无拍死就是去做苦工，做苦工诶人就逃走对。这个所在 Moravia 逃走到啊 Germany 啊德德德国啊，诶，这个所在来比啊，所以因到这个德国嘅所在，在基督徒啊真混乱，因为因是啊难民啊难民啊走到遐，但是好因所在这个 Count Zinzendorf， 伊就创了真奇妙嘅代志，头一个啊。伊放杀六个月，放杀伊个工作，伊是 count， 吼，伊是啊一个真年纪个官员，但是伊放咧，了伊伫遐入教因个当中，帮衬伊教导因，日日读圣经，吼，因伫遐逐日读圣经，吼，就是一个古约圣经，一个新约圣经，逐个人伫内面个人，逐日读啊读诵。一经文吼，所以因底下微信哈，向心读圣经吼，所以特别，所以创个这项代志，伊也是有向心的团体哈，伊就将徊鲁林社区组织南美也是社区组织，伊那社区组织啊，就是讲到因个坚强生活甲圣经所教，因读个圣经，因三个来讨论，哦，所以这个是早期的小组，哦，这个是差不多 1600s， 啊，十六世纪的时阵发生的。然后伊啊，因啊是伫遐基督教这个抗战，因有这个基督网哈 ，prayer chain， 伊是一百年无停的基督，一百年无停，哦，就是一点钟的时间，一男一女的基督。然后搁刷吼，到一百年无停 ，the prayer chain that lasted for 100 years。然后，因那是伫遐用敬虔敬拜心日日读圣经、学罗主、彼此鼓励，啊，也是伫遐伫团体敬拜啊。所以因正是伫遐，你那去读伊个历史啊，这个 count 啊，伊所做个结束。都行段第二章第四十二节，安尼款的帮衬一挂的人，诚实伫遮听住啊，问题住，了发生啥物呢？结果是因变做基督教的一个模范的族，哈、啊，模范的族啊 ，model community。Aside from being a model community, in a sikai si suan kao. Di di chap ni lai bin in che pai nang pa lak chap gua suan kao su. Di chap ni lai bin. Chiki suye suye Moravian community in tiha di di chap ni lai bin chai pai nang pa kuye suan kao su kao go chap gua e koka. Chap lak se ki e go si in ui in tiha hiang sin.啊！伫啥物呢？伫读圣经，伫团体祈祷敬拜，好、啊，因才有法通伫历史当中成做一个模范，会教会正亲像啊，属多向段第二章甲第四章所讲的一个健康个。所以咱少想到怎做一个塑造文队教会。恩望民团福音，只有跩啊机会，咱每一个人要向心读圣经，要读你读圣经，诚实伫遐行圣经的道路，向心祈祷，要日日祈求，要日日祈祷，祈求上帝旨意，要参加祈祷会，也是甲人祈祷。第三，要团结小组无。帮衬你伫你诶熟龄诶正中第四，就是你要向心敬拜俄罗斯，无日日伫你诶生活内面
甲伫教会内面参加组织来敬拜。因为咱恒心在写物件时阵，上帝就予咱经历到哦福气。咱有固定的福气的时阵，教会有福气的时阵，人数加起增加，一个就是啊，文分教会基本哈根基的基础。Be an axe to church.变作亲像所多行段第二章甲第四章的教会，有一个生理人对美国到巴黎，啊，伊就爱伫遐伫甲伊个富人人买一个礼物，就看到伫街路当中一个人买一个啊，刻朱砂的水，啊，哦，就是咧刻珍珠的朱砂盒，真正水，然后一听。到伊讲，你呐暗暝吼，伊会发光，伊就真欢喜哦，自己真特殊，我就挂倒去送我的太太。所以到出来时阵，全家咧食暗暝食饭的时阵，伊就伫遐叫伊停止，伊就紧了火，伊就将伊的礼物摕出来。摕出来时阵，就欢喜讲哦，富人人啊，你开这个。啊 ，gift 哦，一个礼物啊，看内面是啥物啊？开的时阵，一个鸭啊，乌乌的鸭啊，无发光，伊就真正想去开了，伊讲我好人骗咯，这个啊物件是假啊，所以伊真无欢喜，伊也是无食啊，无欢喜啊，真感觉对不住伊，牵手伊无好好的去看这个物件，但是这个富人人。感觉好奇的时阵，伊就看来看去，看到啊下面有一个字是法文啊 ，French 写的。伊就伫遐，过一日的时阵，伊请教一个会晓法文的人，会读。伊读了的时阵，伊就明白了。伊就迄日创了啊所讲的代志。暗时食饭的时阵，为了迄个火，因就看到一个朱砂盒发光，所以伊写什么呢？迄个法文写什么？啊，原本是安尼讲过 ：If you keep me all day long in the sunlight， 你将我放伫太阳的光下吼，规日放伫太阳的阴底，啊，一光下面 ，I will shine for you all night long in the darkness。归暗，我才有法通替你发光。Phosphorescent mask 就是安尼，你着放咧火内面，放夜光，然后暗时诶时阵伊会发光。正亲像基督都一样，咱爱有特性诶生活无？咱爱有夜客，其他无？咱爱伫遐传福音无？啊，影响别人无？影响咱个家庭，影响咱爱个同事，咱个爱伫遐，咱个生活通有意义活落去无？咱有爱推出发光无？咱个爱，咱伫就是着活靠主，恒心读圣经，恒心祈祷祈求感谢，恒心学落敬拜。良心，彼主教接国内团契，因为咱微信做四项物件的时阵，良心的去做落去的时阵，哦，上帝光照了咱的黑暗，除去咱的黑暗，然后咱就发堂为主发光，为主发光，求主帮助咱，甲。所着向短杂嘅教会上宽嘅，伫困难当中，伫逼迫当中，有缘啊，不发堂按照上帝旨意，恩万民，何着因做耶稣门徒？因为这个就是咱做基督徒做教会嘅使命，求主帮助咱，咱三个来求基督，特别上帝。多谢你，加时间伫你话语当中明白
塑造门徒的教会，啊，一个城市本地耶稣的基督徒，是着恒心伫这个四项代志。但是，阮知影常常伫阮的生命当中，阮有挣扎，阮有无快乐的代志，阮有拄着试探、试炼，阮有拄着软弱。但是主，求主你帮助阮，跳得来敲门，跳得来求托，跳得来祈求你。主你也是英文讲，你会将隆重一切事好阮。所以主今仔日求主你帮助青山教会，诚实经历着在四项物件，阮每一个人求主你帮助阮，得到个人的福气。我们看到小组福气、文分福气、教会福气。感谢俄罗斯，因为你讲，你会帮助了我们得到世界的拔掉。有助你让我们诚实立立向心地读圣经，祈祷团契敬拜的当中，灵命中进生命啊，更新塑造门徒，基督是靠主耶稣生命的，阿门。Gentle.